谢你们对小凯的支持，对杨丽华支持，谢谢，谢谢。好的，那么大家跟你说谢谢。天哪！在这里我问一下小凯，你平时有做一些户外的运动吗？嗯，有的。我想说。比如就户外探索一下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。我相信很多朋友也会有这样的一些需求啊，就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，祝贺大家！祝贺！祝贺！这个是惊喜啊！那一刻，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激动人心的这个数字结果，我们所有人的内心都澎湃了一下。时刻，让我们掌声有请安乐莎品牌经理詹淑文 Jennifer 女士上台，来和我们一起见证这激动人心的盛世，掌声有请。好，有请 Jennifer。还好我心脏够硬。